你好，你怎么称呼？陈瑶，王字旁的瑶，重阳的阳。现在我给你唱一首，就是我那个刚刚发的新唱片里边的一首歌，名字叫《蚂蚁》。有一天我早上起来，我没什么事干，我在我的工作室溜达的时候，然后我看到一个蚂蚁粘在一个糖上死了，然后所以我写了这首歌，我现在唱给你听一听啊。夜幕无情地降临在大地，到处都是太阳的尸体，祖先传给你有力的双臂，在这漆黑的夜充满委屈，你的家在芬芳的花园里，曾经把蜜蜂举过头顶，漫天的冰雪连接着四季，一粒大米填满你的身躯，一粒大米填满你的身躯，是什么在前方指引你，在甜蜜的陷阱中奄奄一息，是什么在前方指引你，蚂蚁蚂蚁甜蜜的陷阱中奄奄一息，是什么在前方指引你，蚂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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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，我那个唱完了赶紧说你的秘密了是吧。那个我记得去年参加太湖迷笛的时候，我身边的话坐了一位大叔，然后当您唱向阳花的时候，音调一响，他就一边跟着您唱，然后一边就流眼泪。等到唱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他已经满脸都是眼泪，然后我就递了张纸巾给他，然后他就开口对我讲，他说有很多故事，这首歌代表了他整个的青春，我听了就非常有感触。哦，那首歌我觉得如果他有这种反应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是感动，应该不是难过。幸会陈阳，谢谢，幸会，谢谢听这个故事，谢谢谢谢，希望有机会我再为你唱一首歌啊，以后好，谢谢。谢谢。